国立故宫博物院为了改变外界对故宫的印象，想吸引到后生人来参观。办院的意思就推出了故宫抢存，包含请了金钟奖的五组歌联一合来去每天样宣传，还有揭秘故宫游戏也到，希望打破名度来拉近同后生族群的距离。同故宫博物院用语言的五星角色加入进前带出话题的纸糕袋，含有翠玉拍彩的装饰品，透过相片的放松，而把故宫的印象更加后生。然后把故宫把这个整个人拟人化了，这样子，她变成是一个现代的女性。然后第一次拿到剧本就觉得，我就想到我应该是她会是我的。像是一个初恋的感觉。就这一次因为跟故宫有合作，所以我就请了导览。我觉得有请导览是蛮好的，因为例如说像他那个万世师表，他就是康熙31岁写的字，然后像台南孔庙其实都是照那个去做匾额的，然后他的真迹就在故宫。近前故宫透过面书的宣传，请回泡面碗、纸糕袋、造型的水晶头列刀，而来减同后生人的距离。本日开始包含发明芯片，本人去电厂地图前进来设点，美食改名游戏，就像才发家设计的限量限列刀，希望后生人都来参观博物院。我们都爱希望说结合当今新的一些媒体，或者新的一些行销方式，号召我们青年朋友跟着我们的影片的男女主角一起走入故宫。故宫博物院讲，这几年经济中国观光客来台湾的人数减少，日本同韩国还有东南亚观光客人数显明就增加，但是国内的参观人客还是维持到中高年龄层，所以希望透过流量的发展，开发无穷款的参观人客。香港新闻陈彦霖、刘文辉特别报道。